这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植被稀少，水源缺乏。这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区，山丘上星星点点散落着无数海洋生物的化石。亿万思年，长天白日，云起云落，终于有一天，有什么打破了亘古的沉寂。长途跋涉的商旅，虔诚的信徒，手持毛节的使臣，马踏飞燕，狼烟四野，终于这里成了一个缭绕着浓重烟火气的地方。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31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高山终年积雪，沙漠壮美雄阔，河流繁复曲折，世上最漂亮的胡杨林，最昂贵的玉石，色彩神秘而热烈的丝绸与美丽的脸庞交相辉映。1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397万人口生活于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在这里交融荟萃，展现出独一无二的韵味。这个如此美丽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版图的最西面，东临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依喀拉昆仑山与西藏阿里，西靠帕米尔高原，北面天山。茫茫大漠，巍巍山岭之间，喀什噶尔河与叶尔羌河蜿蜒流淌，河水滋润着一片绿洲，人们叫它喀什噶尔。这是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巴仁盖兹河，因为它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在当地人们称它为灰色的河流。天长日久，河水夹杂的泥沙形成了巴仁盖兹河谷里这一片片扇状高地。绿草茵茵，牛壮羊肥，塔吉克族人世代居住于此。今天是讷鲁兹达利和古利比格木扎伊克的婚礼，从早上起，欢乐的音乐就响彻了新娘家的院子。他们正在跳的舞蹈叫做鹦鹉，这种古老的民间舞蹈是塔吉克族所独有的。无论是田埂地头还是庭院室内，只要兴之所至，他们就翩翩起舞。舞蹈开始的时候，往往先由一名舞技较高者下场，接着众人便纷纷展开矫健的翅膀。在塔吉克族人的生活中，鹰的痕迹随处可见。他们把鹰作为自己民族的象征，称自己为鹰之族，这和他们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冬季最低气温可达摄氏-30-40度，一年中有4个月的时间大雪封山，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见过山外面的世界，
被高山阻挡的梦想，只有借助想象的翅膀才能抵达。鹰实际上是塔吉克族的一个文化图腾，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图腾都是和他的生产生活生产生活方式和他所处的自然环境这个密切相关的。高原里面最厉害的动物实际上什么呢？实际上是鹰啊，鹰击长空。鹰这个在这个高原的话，它去抓一个小动物干什么，它非常方便，而且它可以在高高的天上这个翱翔。在古老的中国神话中，塔吉克族人生活的帕米尔高原被称为不周山，说它连接着天与地。传说中的水神共工和黄帝一族打仗，战败了，投处不周山，于是天地为之倾斜，洪水泛滥，生灵涂炭。神话在现实中也许曾经发生过，只是时间要久远得多。那是一个人类目光还远未曾驻足的时代。2.8亿前的早二叠世，这里曾经是一片广阔的海域，碧波荡漾，横贯现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地区，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被称为特提斯海。数不清的贝壳和鱼类随着温暖的洋流辗转迁徙，稍作气息之后又踏上了漫漫旅程。不知什么时候，平静的海洋突然沸腾起来，火山喷发，地壳抬升，海洋退去，山脉隆起。时光和自然的伟力把这里变成了一片雪山矗立、冰川参差的高原。这是发生在距今2.4亿前的巨变。地质学上把这段高原崛起的构造运动称为喜马拉雅运动。那么喜马拉雅运动呢，是地质历史上最近一个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造山运动。特别是到最近100万年以来呀，这个青藏高原隆起的速度啊非常快。塔里木盆地呢，就是由青藏高原的隆起那么形成了。剧烈的穿痛中，海底逐渐隆起形成山脉，大地的伤口中，河流塌陷又再次奔腾，生命毁灭又重新诞生。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了包括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内的青藏高原，形成了中国版图上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也造就了塔吉克族人世代生活的帕米尔高原。帕米尔呢，我们就是讲是高原的一个脊，又有人把它叫做这个世界屋脊上面的屋脊，所以这一块呢海拔也高，平均大概在4500米以上，就是接近5000米左右。在这片位于中国版图最西面的高原上，喀拉昆仑山巍然矗立。这条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世界第二高山脉上，几百座风姿各异的雪山和冰川连绵起伏，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探险者。穆士塔格峰位于帕米尔高原东南部，海拔7546米，被称为冰山之父。终年不化的雪顶和蓝天白云相映成辉，
使穆士塔格峰成为帕米尔高原上最迷人的景观。览雪山之雄奇，观高原之壮阔，是游人登临帕米尔高原最大的乐趣和向往。然而，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他们从出生开始面对的就是这亘古不变的崇山峻岭。攀登不是壮烈的传奇，不是英雄的事业，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库尔班托和塔什老人的家在离县城近100公里的村子里，在山里面，100公里意味着几个小时的颠簸，甚至几天几夜的跋涉。从15岁开始，托和塔什老人就跟着父亲学习鹦鹉。如今他已经80岁了，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显然已经不再适合他。然而，这只从父亲手中传下来的鹰笛，依然是他的真爱之物。他这个鹰笛呢，主要是用这个成年老鹰的一个鹰的两只翅膀的最主要的两根翅膀骨，左边一根，右边一根，来制作，一般是三个鹰孔。由于鹰笛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材质，它发出来的声音啊，特别的高亢，特别的尖，真的像那个鹰的那个声音啊，就像鹰叫的那种声音。今天托和塔什老人特别高兴，村子里来了好多年轻人，他们是县里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些年轻人去过很多国家演出，他们跳的鹦鹉广受赞誉，可他们并不满足，特意来到托和塔什老人家里向他请教。2006年，塔吉克族鹦鹉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鹦鹉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这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时时面对着严酷的气候环境和单调的生活，也许只有保有一颗如雄鹰般自由的心，才能快乐的生活。人类的出现和发展似乎总是依靠一条河流。每年的5月，帕米尔高原上冰川开始消融，一年一度的丰水期来临了。叶尔羌河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
全长1179公里，汹涌的急流呼啸着跃出昆仑峡谷，之后逐渐趋于平静，一路向北形成一个个冲击扇，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宝贵空间。因为有了叶尔羌河，新疆才有了这一片绿洲，叶尔羌绿洲，也才有了这一片繁衍了几千年的绿洲文明。那么像叶尔羌河，它从高山上下来，下来以后呢，最后在进入内陆沙漠以前，它终究这一段，那么相对讲的水量丰富，比较稳定，而且周围呢也不是这个谷地比较开阔，那么这些地方呢，往往就适合早期的人类呢在这里迁移来了，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比较好，就居住下来了。叶尔羌河在进入中游的绿洲之后放慢了脚步，河水流淌过的地方枯草反绿，野花盛开，刀郎人的捕鱼季来临了。叶尔羌河呀，它是一是实际上它和我们在关内是吧，在内地看到的那个有很固定的河道，有很明显的两边的这个两岸，甚至于还有这个堤坝的那种河很不一样。它是一个自然河，是一个季节河，就是说它这个河水啊，时大时小，是吧？它是一个泛漫的，就是它整个的一下子一片就流过去。水很多地方水都并不深，但是到处都是水。巴楚县阿纳库勒乡是叶尔羌河水域村落最集中的一个乡，这里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刀郎人。每个村里都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湖面，因为有大片的苇丛，当地人称苇子湖，湖里盛产青鱼、草鱼等淡水鱼种。这里的村民每年春秋两季共有40天的捕鱼时间，其他时间则种植长绒棉。他们大多都是6、7代的世居渔民，在叶尔羌河边出生长大，然后老去。阿布都克里木·艾买提今年66岁，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充满了对于水的记忆。Mektap yaşayırken ki başlangıç mektapta oturup mektap çıkmaya başladı. Allah şatanımızın mektapta yenip kilip keyneği çirilemiş gördü. Bugün gel at. Abudu Kelimu Aymati 是刀郎人中远近闻名的捕鱼能手。如今虽然已经上了年纪，拿起鱼叉来依然能够一击命中。在阿布都克里木艾买提的记忆中，这片广袤的地域没有严格的四季之分，季节是以旱季和雨季来区分的。无际的冰川为人们提供了充沛的水资源，冰雪融水形成了河流，人类依河而居，于是文明的步履便从这里迈了出去。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有河流的地方就有绿洲，有绿洲的地方就有人类的存在。
那么从新疆的这个考古工作，无论是从这个石器时代的这个考古，到青铜时代的这个考古，包括留下来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汉唐遗址，都是跟河流有关系。新疆就是这样，你要是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吧，那就是戈壁滩、沙漠，渺无人烟。可是，一要有水的地方呢，它特别肥沃，那个绿洲真是美好，真是你要再夸张一点，真是跟天堂一样。清水荡漾，碧波粼粼，伴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着悲欢离合、繁荣衰落，唯一不变的是人跟河之间亲密的牵绊。对于阿卜杜克里木·艾买提来说，叶尔羌河是他生活的来源，而独木舟是他最珍贵的财产之一。这些深深浅浅的木纹看上去就像渔网的花纹，他喜欢这种花纹，觉得在这条独木舟上讨生活能够无往不利。春天是刀郎人的捕鱼季，他们沿袭前人的方法，或者用大网围猎，或者使用鱼叉。网捞是在湖面上拦腰拉一道或两道拦截网，等鱼乱穿的时候撞网就擒。这些渔网的网眼都很大，是为了漏去小鱼。把小鱼扔回河里是刀郎渔民的习俗，对于他们来说，鱼群的生存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知足才能长存，这是每一个刀郎渔民从小就懂的道理。黄昏时分，阿卜杜克里木·艾买提一天的劳作也将近尾声。一天下来，他捕到了不少鱼，他希望明天也能有这样的收获。这是叶尔羌河最平静温柔的河段，在走出这片碧绿的湖水之后，叶尔羌河继续一路向东北而去，最终注入塔里木河。靠近塔克拉玛干沙漠，河水失去了喧哗的声势，变得狭窄而缓慢，甚至干涸。然而在看不见的河床之下，地下河依然在流淌，滋润着沿河的胡杨林。胡杨被称为叶尔羌河之花，6000多万年前就在地球上生存，并逐渐演变成荒漠河岸林最主要的树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几乎都有它们的踪影。
对于堪陵人伊明艾马尔来说，胡杨林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伊明艾马尔已经记不得他们家在这儿生活了几代，他在这胡杨林里长大，祖父是堪陵人，父亲是堪陵人，到了他成年后顺理成章做了堪陵人，如今他的儿子又接过他的工作。伊明艾满尔要看护的林子面积达5000多亩，整个巡视一遍需要好几天。几十年下来，对于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塔里木盆地胡杨林面积锐减了将近1/3，直到近20年间，这种情况才得以遏制。然而，侥幸存活下来的树林中，衰退林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每年春季，沙尘暴来势凶猛，塔里木河中下游胡杨林的大面积消亡，使这里成为新疆沙尘暴的主要策源区之一。胡杨对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这种首先它树体比较高大嘛，它对这个防风固沙有很大的作用，另外呢，它是很重要的种植资源，就是荒漠地区仅有的这个乔木树种，如果它们没有了，那就是说明我们在荒漠地区将来就没有这个乔木树种，这个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沙漠上，全年有1/3是风沙日。据测算，塔克拉玛干沙漠上低矮的沙丘每年移动大约20米。近1000年来，整个沙漠向南延伸了大约100公里。胡杨林是人类和沙漠之间最后的一道屏障。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离海岸线过于遥远，东面太平洋的水分无法通过空气对流到达这里，西面的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又阻挡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稀少的降雨量和巨大的蒸发量使得这里形成了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公元399年的一个黄昏，一个孤独的身影从沙漠的风沙中走来，他是中原的求法者法显。经历九死一生，终于走出了沙漠，回望来路，法显心有余悸。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依泉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之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这是法显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印象。
虽然塔克拉玛干沙漠被认为是生命禁区，然而事实上这里并不缺水。塔里木盆地是一个内流水系盆地，从周围山脉而来的几大河流，如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等河流汇入贯穿沙漠的塔里木河中。每年春夏，大量的雪山融水汇入沙漠，雪水聚集在盆地自身之中，看似干枯的河道下有着持续不断的水流。我们知道这个沙漠里边很有名的以骆驼，大家都知道的，还这个里边还有很有名的植物虎羊，对吧？它照样有生命，而且生机盎然。原因是什么呢？在青藏高原和天上嘛，都有很多冰川，冰川到了夏季它要融化，所以夏季的时候这个冰川上的涌水也会使得它能够流到的地方也带来生机。正是因为如此，在靠近沙漠的地方，甚至在沙漠的腹地，也能见到胡杨林的踪迹。沙漠河流流向哪里，它就跟随到哪里。由于沙漠河流的变迁相当频繁，于是胡杨在沙漠中处处留下曾经驻足的痕迹。胡杨林它给人的最深的印象就是那种生命的顽强，因为胡杨林都是在干旱的地方、盐碱的地方，所以它不可能像所谓法国梧桐啊，或者是像什么的长得那么舒服，它的那个枝叶、枝子、干子都是好像就是用了很大的力量，是吧？它才能够生长。它是有一种顽强的生存的力量的，生命的力量的。秋天的早晨，看林人伊明艾买尔去林区检查胡杨的蓄水情况。生长在沙漠边缘，让胡杨进化出了超凡的蓄水功能。像这样一株胡杨树，它的树干早已中空，里面可以储存数十公升水，以保障它们在水源缺乏的年份依然存活。有经验的护林人可以凭借胡杨里面的储水量，判断这一年是否是一个雨水充足的年份。Toprağının suya bir bas çıkarıp da işkili buldu. Bunun birkaç çekleydiğin, ziyan kıldığın nimisi yok. Hem pakkes. Bu yıl ben toprağının ki yağmur suya, ve kelki suyunun mol boğallığı için toprağının üstü, bıraksan üstü ne ait bir kadar yakışa. Ben bu toprağımdaki üzüş ehvalini ben hatırlayacağım. İmin Aymar 一家几代护林，他深知自己的使命，对这片迷人而又脆弱的森林，他倾注了一生的爱和心血。捕鱼人阿布杜克里木艾买提老人的村子里，在捕鱼季，无论收成如何，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围着篝火烤鱼是刀郎人最快活的时刻。烤鱼一般选择2公斤左右的鱼开膛刮鳞，用短树枝把鱼撑开，再用长树棍纵穿鱼头，朝上直立插于地上，围成一个圆圈，中间点火慢慢烘烤，直到鱼焦黄飘香为止。
Bilikning ta'mi nihoyat yaxshi. Yangi bilikchi bu. Yangi bo'lgan ekan. Bilikning ta'mi undan.羌河是一条神奇的河流，依河而居的人们生活也许并不富裕，也许有时还很艰辛，但他们却都耐心地依靠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快乐地生活。他们珍惜自己的生活，也珍惜河流对他们慷慨的赠予。那个河很悲壮，我说他们很悲壮，叶尔羌河也曾经也是流入沙漠，他们永远到不了他们的目的地。河流的目的地归宿是大海，而我们新疆的河流的归宿是沙漠，沙漠是固化的大海。哎，这是一种对人的文化心理啊生存有很大影响。虽然这个民族周围生活的民族的天性当中都有一种非常乐观的东西，很乐观，只有这种乐观能够抗拒生存当中的这种天然的自然环境当中的一种悲剧，这样才和谐了。清朝诗人李銮轩在《瀚海歌》中写道：莽莽兮无人，浩浩兮无垠，抬眼何所见，但见天山雪积高嶙峋。这是古人对这块土地的感叹，一边是黄沙，一边是绿色，一边是悲凉，一边是欢乐。山川大地哺育了人类，人类文明又赋予这山脉、这河流以生命的亮色，这是人类与自然之间永恒的对话。